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曲，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15.0 版本新出的《三国二》系列《耿直理想家孙策》这张卡。那这张卡没意外的话，应该是大奖之一。这张卡到底强不强呢？先为大家讲一下我的看法，这样子。那他的队长技能是霸者盛世，转租时间加一秒，双队长的话叠加，也就是会变成加两秒，从五秒变成七秒。那队伍中只有人类时，全队攻击 4.5 倍，那双队长的话就是 20.25 倍。但是他限制只有水人，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其实水人的牛棚不是说非常多，所以我觉得不是非常的好用啊。每组消除符时额外计算多一 combo， 双队长的话就是额外多两 combo， 消一 combo 等于三 combo， 消两 combo 等于六 combo， 消五 combo 等于15 combo， 这个意思齁。那第四个就是势力符时相连才可发动消除，就是全新的势消队队长。那他第三个技能就是完美的配合第四个技能，因为你势消可能会导致 combo不够多，而且大家现在可能还不太习惯这个新的玩法，可能 combo 也转不高，所以说它第三个 combo 呢可以让你这个四消队就是比较容易高 combo 啦。比如说你现在可能只能转到三四 combo 这样子，或者是两三 combo， 但是配合上它第三个技能，很容易就可以超过十 combo。 那四消队其实有好有坏，坏处就是如果说你卡新珠的话，如果你版面上有三颗新珠，那你一样是卡新珠，所以我觉得这对回复是一个问题，回复是一个问题。虽然说 combo 绝对不是问题，而且它还有一个这个队伍技能，就是所有属性符时兼具 25% 水珠效果，也就是说你整版都是攻击珠双孙策队长的话。然后第二个队伍技能是最左方的孙权跟孙策主动技能会 CD 减2。那如果说你队伍里面的孙策 CD 10嘛，如果说你放了这个孙权在这个队伍里面，不一定说一定要孙策当队长，只要你队伍里面同时有这两只，那最左方的孙策跟孙权都会减 CD， 它就会变成 CD 8。所以我觉得这张卡它应该就是要配孙权会比较好啦，不然 CD 10如果放在一般的队伍里面，我觉得有点太惨了。虽然说它的这个技能蛮强的，一回合内连击数越高，自身攻击力越高，消除10 combo， 10 combo 其实对这队来说蛮简单的，你只要消四 combo 哦，乘以三哦，就是12 combo 了嘛。只要你只要消四 combo 就可以达成这个条件了，那就会有一个15倍的戒王权 ，CD 8的一个15倍戒王权，我觉得算是蛮强的一个技能。缺点就是要配合这个孙权这样子，但是因为水人目前的牛棚比较常用到的，可能就是主角水游、水屋、文仲、冰花、水北宜，还有素环针。其实素环针我觉得如果你有素环针的话，就不用玩这队了，因为素环针它没有限制一定要水人，它只要是水属性都能放进去，我觉得反而更全面。而且素环针它主动技就是一个解板，我觉得双素环针队长的话可以解更多的巨巴盾，所以我觉得有素环针的话也把它放在这个孙策队里面有点太浪费了。然后还有这个库拉跟这个包子哦，就是目前水人比较常出场的就这些卡片，那所以我觉得它的牛棚其实有点太少了，所以这张卡我对它感想我觉得没有到那么的强势啊，但是它算是一个新的玩法，就是势消队可以玩看看，但是我觉得强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到一线这样子，因为毕竟它还是有蛮多缺点的。那以上就是我对这张卡的看法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，右下角也可以帮我按个喜欢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